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各位，你看开始。啊，你过年啊，上红啊，有这么在干？回家给好。啊，过来过来，吃饱不？来，这里不是福建，福建是福建的。吃饱不？好像也是福建的吧？啊啊，小声小声，因为规定硬，比较硬啊。因为规定硬。请问我说的是比较硬？我不是干净的那个朋友。广东话说的比较好、哦、叫我们叫一下广东话，就用广东来讲话啊！大家今晚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呢度啊，听我同埋睇我嘅表演。我系第一次嚟呢度啦，我其实非常之紧张。你知啊，我又未试过有呢、这个心脏病。我刚刚在后台那边站着的时候，其实我的脚有抖吗？抖得很厉害。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还有给红包，然后当有一个啊姐姐来。招架，我不知道说应该要拿，是要拿。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如果你拿红包，我教你一句话，你可以走天涯。怎么样？你讲福建呐 ？OK。压着裂牙，你跟我讲。压着裂牙，压着裂牙，何里富贵一世人？何里富贵一世人？啊，那下一句就是金梅，我就是裂牙。你换，你换，那你应该换第一句。我要讲讲，你应该是说压着裂牙。没有关系啦，学多点那是自己啊，义薄刚所以他是站在男人的立场说啊，是吗？你是男人？当然，不是吧？因为是不男不女。当然，不是他要男也可以，要女也可以。我跟你介绍一下。